我身后一大堆小孩看到了吗？哎呀，刚才有几个女生啊，一个个表情严肃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啊，可能是来参观这个教堂的吧。表情为何如此严肃呢？你看他们也是男女分着走，前面是女的，后面是男的。我现在去教堂，哎呀，我现在饿了，我先回来再走教堂吧，我先往纵深处走啊，因为它所有的景物啊其实都在海岸线啊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就明白了，看到了吗？我现在没法拿，放在地上吧。嗯，我在这个位置住，这是教堂，就现在我在这个位置，所有的景物都在这一边啊，都在这一边，后面是没有东西的，所以我要到后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。毕竟是民以食为天呢，不吃饭是真饿呀。但这天好像要下雨，我在这边照一照。